今天的 Fashion Sharing 单元呢，我们要和庄成华 Athena 来谈谈的话题呢，是时尚的系列主题当中呢，花是常常不可或缺的，尤其在春夏季呢，真的是花团锦簇，春暖花开。像 Urdin 这个品牌呢，就是一直以花卉为主，但是呢，还有很多品牌呢，本来不是以花卉为主的，在今年春夏呢，也都朝向花卉的模式呢去做一些突破。像其实今年我们在 Celine 的秀上看到他做了像小碎花这种方式印花在衣服上，然后做了这种比较柔美女人味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有点吓到，因为其实跟她一直以来品牌的这种很阳刚啊，比较都会这种硬挺的风格其实感觉不太一样。这一季来讲，很多品牌他们在花卉的应用上其实是做了一些变化，不是说只是单纯像以往一样比较浪漫啊，那种春天感的小碎花、啊、这种柔美的感觉。其实今年在很多品牌的花卉的应用上面，像比如说 Marni 他们就像他们品牌一贯以来其实做很多比较大胆的比较色块型的这种印花在衣服上，所以今年他们的花卉也是使用一些平面的这种图案大色块啊来做这个花卉的诠释。其实像花卉呢，从中国非常喜欢用的牡丹花到你刚刚讲的小碎花，这中间其实差异是非常宽远的。对，所以其实每个品牌他们就是有他们自己想要去诠释的方式。从上一季的 Christopher Kane 他们的诠释方法，他们其实是用像一个那种植物图鉴上面的花朵的感觉，它其实不再像以前那种很漂亮鲜艳的花朵，而是有一点像是这种科学的标本啊图鉴去做一个刺绣在衣服上。对，没错。然后像这一季的 Mary Catran 组，它也是有点像是 Christopher Kane 这样子，有一点把它变成植物学的这种花卉的方式来使用。然后另外像我们之前很比较难想象会做花朵的品牌，像是 Victor and Rolf 啊这种比较前卫比较实验性的品牌，然后像 Undercover 啊，它其实也是这种比较不是那么大众化比较稍微实验性高一点的品牌，其实像今年他们也都做了他们自己版本的花卉。另外像其实今年有个品牌也很受到大家的瞩目，就是英国的 Thombrom 这个牌子，其实它是一个做西装做男装，然后从很传统的这种英式西装去做很多的结构，去把这种传统英式的男性的西装把它做得非常的有实验性很前卫。那今年男性西装面料上也用了很多花卉。对，没错，他今年就把很多大朵大朵鲜艳的花，或者是一些即使是灰白色调但是一样是很大朵连着藤蔓的花放在整件成套的西装，包含外套裤子，整个都布满了各种不同变化的花卉，其实是还蛮有趣的。我记得 Athena 在今年的春夏服装上你也用到了一些花卉。对，就是即将要登场的2015春夏系列，其实我们也有用到了一款是像是花朵的变化型的这样子的一种布料。 对，所以我们就很快就可以看到 Athena 2015年春夏的新发表的设计了。今天谢谢 Athena 的分享，谢谢谢谢祥豪老师。